刚才突然主持人脖子这边呢、啊、这边很痛很痛哦，我看到一艘军舰、啊、嗯，一艘军舰、啊、应该可以称作航空母舰、啊、哎，一艘航空母舰应该称为核动力航空母舰、啊、核动力航空母舰 啊突然啊一个火球啊在那航空母舰上面啊，一个火球啊一闪呢、啊、一个火球一闪一个啊，那个军舰就失去动力了啊，就失去动力了啊，把动力失去以后连那个通信系统都是暂时是的中断了、暂时性的中断了啊，现在他们不得不用备用电池啊，用备用电池来恢复通信系统哦，动力系统已经没了啊，动力系统已经没了啊，哎，刚才啊，是飞碟一下子把航空母舰上的那个核武器把它取走了啊，一下子把航空母舰上的核武器已经取走了啊，已经把啊航空母舰啊，反正那个核动力的海上核动力的啊。这海上核动力的啊，包括潜艇之类都会取走啊。这个事情从2019年拖到现在了啊，这一拖拖了3到4年了，当年第一个被取走的是俄罗斯的核潜艇啊，然后就失火啊，因为那动力一取走以后，它用备用电池的这个那负荷太小，那个电线之类，叭一下子就起火了啊。拖到现在了啊，现在该动手的时候了啊，我前面讲了6个月之内要把核电厂的核物质取走啊，嗯，定了，不会再等的了啊，人家地球人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啊，不会等的了啊，就这样啊，好，就这样啊，卡脖子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